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面包声音，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狂热运输。诸如你们所见，这就是我们的新的火车。上一季有没有放到的？哦，老魏感觉是好像吼笑笑这个火车，好像那个什么鬼啊，蜡笔这样的。喂，怎么你停下来？哦，对面还有。OK， 今天这一季后我们会修改很一些东西，把那些旧的火车全部换去新的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还有哈，我们把这个路线和增加多一个火车看，所以它可以运到比较快，要不然我们这个火车永远的在这边等了，等几久了，那货还没有来哦。来吧，我们买多一辆新的火车。买哪一辆比较好嘞？ OK， 我们买这辆超快的火车，因为它这个路线很长很长，所以哈，我们买这个120时速，这个我们暂时不要买，因为很贵。然后我们的火车它暂时跑不到那么快呀，所以哈，我们要拿一些比较给我们可以跑到的速度，要不然它拿了它过后也是跑不到，也是很浪费。OK， 首先我们装这个就是1234，装多多多多。OK， 很好，很美的路线了，可以装多少啊？81，好像很多下啊，是。OK， 给它路线几啊 ？Line。啊，一啊，这样快啊，喂，很快很快。OK， 出。还有我们要到处放一些那种交通灯的，要不然等一下我们会停住，不要走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OK， 经过了7749天，我们终于搭完了我们的交通灯，虽然不是很齐啊，至少有放啊。哇啦，好像真是好像跑道这样，这个真是漂亮哦。喂，老魏，我们的火车也是很快的，全部，尤其是哪一辆啊？跑哪里去了啊？我的火车啊，我们这辆超快的火车，啾，回来了！哇、哦，老魏，哎，这边钻定了了，我们的，哈哈哈哈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东西还有其他的，就是我们把那种旧了的火车。它真的是要过期哦，真的。我们要一个一个查，因为我一直以来我没有去注意到他们到底多少岁哦，有些40多岁哦，差不多。所以哈，我们这一季要把那些旧火车全部换去新的哈。要不然它的修理费会越来越高啊，所以哈，我们要快点，把它换掉哈，要不然我们会越来越亏本那条路线。哇啦，这个58年了 ，Oh my God，Holy cow！我要你回去了啊，你吃我太多钱了啊。哇老诶，这种真的是隐藏性的塞钱啊，这种。哇，我们的 running cost。哇老诶，真的是越来越高。哇老诶，真是后悔没有换。这种全部都要卖完了。卖完它。OK， 我们买新的火车。全新的。反正这辆火车不用太快了。普普通通就好了的，因为它距离太近了。买哪一辆好嘞？我买这辆啊，我们最喜欢的这辆，也是最好赚的，不是最好赚，最经济的火车。哎呀，不够钱了，借一点钱先。OK， 我们暂时用这么多两先。路线几这个朋友请出来。OK， 路线八，出发吧 ，Go Go Go， 呜呼。不要走错路，鸡蛋糕哈，这个又多少岁了啊？哇，40多年了，也是要换了这辆，还没有比它更老了，应该没有了。哎呀，忘记了这辆火车在里面 ，Oh my god， 这辆火车也是要卖了，我忘记了上一季我放进去里面，我到现在才记得。Oh my god， 很多火车要换啊。OK， 买这辆先。因为很经济，现在我们需要很多很多钱来换很多火车，所以后我们买便宜的先，然后我们拉长长哈，很长的现在。OK， 然后那个路线要给他哪一个嘞 ？OK， 第10条路线出发吧。我们的火车在里面休息了很久。OK， 首先这辆火车我们给他回去先哈，基本上不用这么多那个载那个牛了，所以我们卖掉一些先。减少它的费用，卖掉一个，卖掉两个，OK， 暂时这样子先。第8条路线 ，OK， 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
全世界出发，这辆车又几岁了？41、42岁，不老喂，很多很老款的火车。哎，这边呢又几岁了你们？哇，17岁还好，很年轻，还可以跑到几年，很多年。哦，老喂，48岁了，呼你靠，又多一辆又要换了。哇，那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街上，几多车，真的是很多车，这些老爷车，几鬼多。哇，老喂，哈哈哈哈，我们的飞机场状况如何？状况很好一下，其实这辆车飞机有没有赚过钱？哎呦哦，赚钱哦，不错嘛。一个人在等啊，很可怜，很可怜的树木。喂，还是要起飞，还是要飞降落？我降落了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我们，喂，为什么还要拿 plastic 的？笨蛋，你怎么去拿 plastic？ Oh my god！ 终于去拿了塑胶。那根本没有用到啊，我们塑胶在这边。Oh my god！ 哦，那位笨蛋！哦，老喂，怎么这样多漏洞啊？这个算了算了，我们要弄它，只是借这个东西罢了，不要借其他东西啊！啊，很多漏洞，真是很多漏洞，这一集。还有我们的笨蛋火车，把它全部摘一样东西罢了啊！这辆这个东西不要不要。借那塑胶啊！你这个笨蛋。OK， 出发出发出发！哇，老喂，很笨啊，这种电脑。OK， 出出出出出！哎呀，忘记了。Oh my god， 我这个火车，老款火车。哎，算了，我要送你回家了。OK， 回家吧。这个可以加多快罢了。哇，才非常慢罢了这辆，不怪到每天弄到后面塞车啊。这两哎，92，哇，好多东西要换的，真的是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换火车就是你了，这个笨蛋。哇，也是30岁啊，这个真是很老呀，全部。你说，哎呀，有一个在货场里面是不是？啊，真的是在里面了。哦，要卖呀，这个卖吧。啊，差点忘记了哈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换哪一辆？火车 ，OK， 我们来试下买一辆火车，就是这辆啊，不懂什么，它只是可以载一个东西罢了，好像是啊，好像后面加不到东西了的，它只是这个边是讲只是新个 unit 罢了，就是单位数罢了，所以我们用一辆来载，我们试下试下，哎，在哪里啊？青色线，喂，哦，鸡蛋糕这个是跑电了。喂，不用紧啊，我们把它升级一下就好了。我说，哎呦，什么鬼火车哎，这个新的，看看下，嗯，好像不重要这样。OK， bye， 我们买这辆火车，出的路线是几号线 ？OK， 就是你了，这一号，出发吧。来，充钱器看下先。哇、哦，漂亮吗？我们的新火车，跑电的火车哦。我加快速度先，没有声音的这辆，只是嗡嗡声罢了。还跑很快下嘞，说可以跑125时速，哦，不错嘛。另外一个我们要换的船就是这个了，就是我们的正小的船 ，City Ship， 它已经跑了。79年，哇，老喂，是最老的一个船，我现在才发现了。你看我们的这个表 ，Holy cow！ 哎 ，First electric train arrive，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，我们的第一个跑电的火车刚刚到了，电车，嗯 ，OK。然后我们看这个表，哇，然后你看它的岁数已经超越了，红色都是超越的。你看这个船是最老的。80岁也差不多，还有我们的面包车，哇，老实说多岁，很多个火车都超越了岁数，哇，老喂，恐怖恐怖，所以我们要尽快把它换换一个比较年轻的。OK 啦，我们买哪一辆船好咧？可是我想跑快点，可是这个可以再多一点，我觉得还是买这个比较好，跑快点，反正我们没有这样多人要载，说说。line 第5条线出发吧，算旧船了。说，
应该是看过了，是不是各位？嗯，不清楚，给你们看多一次。哇，后面还有一个小船呢，是哦。哦，错吗？不知道什么地方哎，这个什么国什么企业？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请在以下留言呢、啊。哦，老喂，漂亮，很漂亮。啾啾，哇，很多人啊，是哦。在不在的玩了、啊？全部，哦，在不玩了。意料的，意料了的。这个船真的是可以去退休了咯，真的是哦，老喂，很久很久啊啊，送你回去了，要把你卖掉了，拜拜。我们有很好的缘分，是时候讲拜拜了。喂，这个飞机，哦，第一次看送完能走回来的，哦，是哦，那我们跟踪他一下。呜呼呼。哇，几多人啊，怎么全部在外面等啊，真可怜的，没有人来载你们咩？我们看来我们要买大两个飞机了，说那我们再买多一辆飞机啊。买诶，在哪里买啊？啊，在这边，我们买新飞机。哇，又有新飞机啊，我以为可以载八个人哦，这个我们 skip 掉，好，我们直接买这辆 DC3。 嗯，哦，停下先，然后啊 ，line 还是一样哈，刚了 ，yes。OK， 来等他出来。哇哈，又有新飞机啊，我们哇哈哈哈，很兴奋啊，看到这样的飞机，哇啦喂，发亮的哦，哈哈哈哈，很兴奋啊，看到。真是漂亮啊，这个飞机，给你们慢慢欣赏一下。哇老喂，看到都，哇，真是兴奋啊，看到，无法表达的情况，也是要转进去的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哇，真是要转进去，哇老，真是大量哦，这辆飞机。Holy cow， 真是 Holy cow 啊，这辆飞机。哇，好好好好好！哇，再玩了呢，再不玩，八个了啊！走啊，出发！我要看它起飞耶！跑跑跑跑跑！哇，老哎，发亮哦！我的 graphic， 我的那个迷剑啊，还是什么 graphic？还是卡到最低的那个，因为这个游戏真的是很卡，它到现在还是没有弄好，还没有更新它的游戏，所以还是很卡。可是那个开发游戏的人已经讲他们会弄好这个问题了。OK， 来起飞起飞！啊，来的来的，哦，后面起了后面起了，哦，来了。哎呦，会收的那个轮，我们终于有收轮的飞机了，收一点点罢了，还没有收完呢。收完的话要等到可能下一代。哇啦，几漂亮！外面是另外一个世界来的，所以拜拜了。哇啦，我也不错吧？可以飞多快？这个两飞机，看一下先。哇啦，333。Holy moly， 要不要这样快哦？来给它飞直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飞多快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哇，真是很快哦！哇，越来越快哦，越来越快哦。这样子看是很慢的，还在加速哦。哇啦，哦，你看那速度几快啊？最高速了，哇哇，很卡很卡很卡，卡卡卡卡卡卡的通知。哇啦喂，哇啦喂，这辆新飞机。哦、oh, ，OK， 出去吧。我们看一下处理其他的东西，还有话我们要卖掉我们的船了，是时候跟他讲拜拜了。你们猜一下可以卖多少钱呢？嗯，
九千 ，Oh my god， 好像废铁了这样，哇，很可怜的少啊。那我们弄一个小小的飞机场，从这边飞来这边呢，说说，飞机场，在这边应该可以粘到，所以后我们炸掉旁边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用到它了。OK， 可以炸了，拜拜拜拜。喂，哦，是哈，那条线是哈的，差点忘记了。为了带一个更漂亮的路，更漂亮的飞机场啊，是不是嘞？OK， 有碰到吗？大家好像没有碰到哦。哦，有 ，OK， 很好，吸进去哦，这样子，嗯 ，delicious。OK， 倒在这边，那我们要弄好旁边这个马路，把它移出来，这样子，哇，那位真是漂亮，我才不要这样子。OK， 这样子再连过来，很好，完成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飞机场有没有连到对面这个，有连到 ，OK， 很好。接下来我们要买飞机了，我们买小两一点的飞机，因为我们没有加这么多人，我们买这个中等的，因为我们没有买过。OK， 飞航路线，新的一个在这边，然后第二个在这里 ，OK， 很好，出发吧，我们的小飞机。在哪里啊？出来吧！哇，那个车头已经出来了。哦，嘟！哇，老急老款了、哦。今天我们是飞机大亨，是不是？哇 ，D011，哦，什么来的？啊，反正没有人了。说才刚开罢了那个机场。哇，不错嘛。等他走去跑道先。OK， 来了，我们的飞机要起飞了。我不错嘛，后面会起来先的，跟我们的上一个一样。哦，这个还好，我没有这样兴奋。因为那个真是很漂亮，那辆飞机。这个是他公公的年代的飞机。哇啦喂，真是漂亮。还是那个双引擎的飞机比较漂亮，是吗？各位，大家都赞同。哇，老喂，漂亮，真是漂亮。不知道可以跑多快，它应该是最快速了。啊，我也没有175，不错，很快下。应该可以跟这边的火车站分担一下它的那个路线。你看，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围着我全世界停完下来啊！Holy cow， 发生什么事啊？诶，怎么这个走倒转的路线呢？哇啦，这好笑啊！发生什么事啊？这边全部发神经 ，OK， 全部跑回来了。可是我不懂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来，我要检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找到了，不懂为什么这边我加多一条路线。算了了。OK， 我们再看多一次这个到底有没有事情。哇，这边发生什么事啊？都全部不动了的。啊，去，为什么这个车发神经要装那个 plastic， 就是我们的塑胶，弄到我们整条路塞住了，不给我们走。还有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那个油不会走的？在我不在的期间，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的？你要再看多一次，为什么了？在我看这的时候，好像发生了一点点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我的车不懂做什么，他又来这边载东西哈，又把他运过来这边，又有钱赚了。哦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真是在我不知不觉的是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Oh my god， 真是很多很好笑的东西。现在 ，OK， 继续出吧，反正现在没有 plastic 给他载了。现在，然后这边的车又开始全部出发了，哇，又开始塞车了。我们的马路真是很多车，你看，哇，老喂，塞车，以前不用塞车的，现在要塞哦。我们的城市变得很大间了，连外面这边都开始有物资了。还有哈，接下来我要把这个火车头哈，我们要换到去比较高速了，要不然它这个永远的在我后面一直等它。对呀、啊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哈，我把我们的这个原先的路线啊，我们改去高速的那个铁路了。现在
它可以跑到300时速，现在我们这可以跑到120时速，所以现在我们全部把它改掉哈，这样子我就可以买那个新的火车了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到底多么的漂亮那辆火车，我真的是很想买了很久了。OK， 装修完了，接下来我们等我们的火车过来先。你看这个两个火车真是好像在玩追人这样，后面那个要追到上来了，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，快点跑回去那屋子里面，不要给他抓到，不要不要，烧进去，快点！喂，我要飞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！一点点的小小的精彩的表演。OK， 这个我们要卖掉了。可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它可以跑多快的时速，让我们看看一下啊，120，这样子买了那个好像有点浪费这样嘞，是咯，不用紧，我要买，我们有钱，是哈，OK， 买哈145，哦吼吼吼，啊老喂，我们竟然跑张快哈，马力张大，我们当然是要给他再多一点东西，是不是？是嘞，大家的赞成。啊，买完哈 ，OK， 刚了，100多啊，再多一点点钱呢 ，OK，OK， 嘣嘣 ，OK， 够了，出发，一条路线，第一条路线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新火车。很温柔嘞，它的哔哔的声音，漂亮吗？今天这一季我们真的是很多东西，很多火车给你们看了。这个是它的详情那边刚才讲，它好像是40年代最快的火车，就是跑水蒸气的火车 ，steam engine。嗯，哇，很经典的声音啊，这个给你们听一下。哇，然后还有和这个的 aerodynamic 那个空气阻力的那个东西很漂亮哎，前面好像有挡风，不是挡风，顺风，嗖这样子走上去，哇，然后就是漂亮，哇，然后那个烟还是很多，哇，后面几多这个，可是这个火车看起来比较适合载人的，比较适合，还有不懂几次我们这种油缸可以变成120时速，要不然真是很浪费这辆火车，说。还有呢，好像我们到了这边和那个轨道和哈，不能不懂做什么，不能给我们升级哈，所以和我们还是用回旧款的，反正哈到了这边都是要停一下的，算了，不用理啊那个。OK， 接下来就给他们慢慢的滚了那个钱，哈哈哈，现在到时是这个追这个呀，可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后面他载的东西只可以跑120时速罢了。所以追不到。来，我们的这边的飞机场已经开始有人了，是时候买我们的比较漂亮的飞机了，就是这个 DC3， 再买多一辆，然后飞的路线，对，27、20多条23 line 23，哇，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漂亮的飞机，哇，百看不厌啊，哇，里面还有一个人哦，没有给你们看过这样子的，其实说，可是没有东西好看这样子，还是这样子看比较漂亮。哇，漂亮吗？我们的飞机，哦吼吼吼吼，看到都开心。这个，喂，对面的飞机要飞下来呀，要飞回来呀，我们要载人呀。哇，几多人啊？我觉得应该喝，为什么这边会比较好，比较快有人上来喝？因为喝。我们的之前的火车路已经跟他已经有联系了，所以那种人也是要过去这个城市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录到这里为止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个赞哦，还有订阅一下。 OK， 我们下次再见面，拜拜，起飞咯。